今天晚上我们要带他们大白哥俩去洪崖洞。편의점들게해보고싶으세요왜아편의점어중국거사도전사봐야지도전도전이지편의점사러가야지아嫂子说想去便利店随便买点东西，听一下中国的小零食。哇，这还是重庆的夜景，好看。哇，我们这边车太堵了，然后我们就下车了，然后先走过去吧。괜찮으시죠걸어가기네차조심와오야这个洪崖洞人山人海，기분잘나는데내려가자내려가자아오케이그지왠지저작은다리옆길로가야될것같지我们觉得那个走过那边啊，这边下好像直接过江。哎呀，他们都看着。형수님。哇。哇，这边我们可以过去到那边啊，你进到那个洪崖洞，脚上有买吃的，有船的，哇，各种有卖的。哎呀，我们有点太热。我们快到了。이게그거예요응이게홍야동이야응저건물일대那个看了这川上的那个饭店，然后说，啊？여기서도호거在那边也是火锅吧？应该是啊。看那个那边一个地方有，哦，我的妈呀，这么多人，啊，每天都这样。这是现在晚上10点的这个洪崖洞的附近，哇，这么吵，这么人多，还是工作日的晚上。哇，我们先来了这个转那边，然后就买了一杯。饮料然后喝吧。来喝。这还有买花的，然后嫂子问我今天有什么节日吗？然后我说应该不是，就年轻呀，来那个玩的时候就给送一个。哎呦妈呀，这样的，哇！哇，这是洪崖洞的最高楼，哇，啊，这灯是就这样，啊，我们还得下去。这是11楼，电梯的人太多。啊，11층。여기가응11층응往下到4楼，然后4楼有那个哇夜市，夜市장이다이게啊啊哇哎哎，这个是水果两冰，嗯，有拍照的地方，哇，看看这美女，哇，哇，啊，我们终于到1楼了，哎呀，还是从那个桥上看的更好看一点。这个叫的还行，现在等着那个司机过来呢，然后看这个小孩的发型，给我们家的老二也做一做，应该挺好看的。
하는 짓도 똑같아요, 유진이랑.